通天大陆，修者为尊，无数修者前仆后继踏上这条逆天之路，或陨落，或留下辉煌的传说。而有一人居于虚灵峰上，几千年前心智登峰造极，无人能敌。相传大陆石尊者亦是得其点化，才立于大陆之巅，因此天下强者皆争相攀峰，希望得其点拨，化龙升天。师尊，您许诺的千年之期已到，请师尊与弟子同修。你前面的册子打开看看。是这本吗？这是洪修道侣记录名册。第一位大风国公主，第二位灵王阁阁主。想与为师同修的人太多，你先领个号吧，到时自然会有人传音给你。第三位，第七位还没有，赶紧记上。还好只是第七。不不，你只是丙字三号册的第七位，在你前面还有4576人。宋克，师尊，且慢，我有遗物献与师尊。师尊请看。这是何物？数日前弟子道场被一道威力无比的天罡气袭击，弟子靠着师尊教的遁法才侥幸逃脱。我观那罡气没有真元波动，非修者所为，想来应是天界的浩劫，此物便是罡气三清后发现的。目前弟子就只知道此物有无需真元催动就有描绘画像的神通。哦，竟有此事，那此物该如何使用？师尊，我来为您演示。师尊，您靠近点，贴着我。师尊别动啊，这就为您施展神通。师尊请看，这就是此物描绘的画像，这画像还可以滑动哦。哼！哎呀，师尊你好坏，怎么什么都看嘛？师尊，忍得很难受吧？不如让我插个队，不要为难自己吗？唉，不是为师难为自己，其实是我有病啊。师尊，你不会是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有病，不是不行。对对对对对，师尊怎么会不行呢？我信，我信呢。我怎么觉得你不信呢？哎呀，师尊，你要干嘛嘛？怀疑为师不行，罚你回去面壁。没有骗你，几星前为师达到云界，领悟天地合一，即便不去修炼，修为也与日俱增。奈何气阵缠身，也已经接近瓶颈，身体经不住风之混沌。未断绝灵气入体，我只好封印重生毛骨穴位，拒绝道侣通行。人人都以为虚灵峰主神通广大，肯定在过神仙日子，但其实我连他都不如，我要这修为有何用？唉，哥修的不是仙，是寂寞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
天空大陆的修仙者怎么都是一群弱鸡？又搞定一个。任务完成。一二三四五六，除了逃跑的那个狐妹子，哎，可惜了，那狐妹子倒是长得够带劲，让她跑。提示：由于您已经击杀六位顶尖高手，现激活终极任务，击杀虚灵峰顶千鹰洞。哈，终极任务。罗天之祖，胡谦。罗天之祖，胡谦。竟有如此双修之术！和平精英首充一元。送全套小黄鸭装备，数集好礼就做钢枪王。这又是什么？哎，那是什么？什么罗天上尊、虚灵峰主？在爷爷的箭炮轰击下都得碎成渣儿。任务完成，总算能回地球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还在这儿？他还没死。原来不是召唤神器，是召唤天罚啊。再试试。最大功率炸你这么多次，总该死了吧？警告，侦测到生命体。这不可能！系统，启动战力分析。部分数据生成失败，是否切换到手动检测模式？是，启用丹田扫描。这货到底有多少元婴？被盯上了，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！大勇，你好呀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挪移之法，距离又不远，你看，回头。你吃饭了吗？很简单吧？对了，道友。我想参观参观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他拿的是，这是你们宗门的东西吧？这个，近日来我的一位弟子道场被毁，还有六位下落不明，这是我弟子在现场发现的法器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？如果让他知道所有人都是我杀的，那我就死定了。该死的九尾，就不该让他跑了。不错，这确实是我系统门的仙器。哦，实不相瞒，我乃系统门戒律堂掌戒师兄柳清风。数月前，门内逆徒东方不白叛出师门，盗走门中仙器，为祸人间。师尊命我戒律堂全员出动缉拿逆徒，是才见道友手持此物误以为敌，才进行攻击，还请道友原谅。快快请起，我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之人，即使如此，还请道友缉拿此人后与我知晓。幸亏老子聪明，差点就完蛋了。不过我徒弟的道场确实被你们毁了，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一点补偿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知道道友需要何种补偿？我有个徒弟最近在双修，缺一些双修功法，不知……啊，你是说 A， 双修啊？好说，好说。我硬盘里还有几个 T。硬盘？嗨，咱们这么有缘，这次我也下血本了，不藏私了。
行，不如我把这飞行法器一并送给道友吧，也算是赔偿了。那我代为转交给门下弟子吧。那法器是我徒儿九尾在道场发现的，也就是妖都洛阳，道友可到那附近找找。多谢道友指点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啊，道友。系统，打开积分商城。在异界混了这么久，靠的就是要狠。啊！来吧，请选择黑洞生成位置，位置已锁定金星机，请选择黑洞生成位置，位置已锁定金星机，坐标778-96531，请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，30秒后启动发送。来了您嘞，启仓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挪移之法距离又不远，我见你没走远就拉你来问问，这怎么换下一个这个看腻了。我叫叫什么？哎，我才发现你怎么变老了。我叫啊，你有病吧。这是什么飞行法器？去哪了？道友去哪了？道友，道友，糟了，大哥子竟然有这么多的灵力，此物引入体，万不可让灵力受虚伪，引入体仅仅分身，岂不是要肉身还童？身心隐藏，内务紧张，乾坤解锁，扩散，锁不住了。果然寻常肉身一点灵力便会崩溃，更不可能帮我吸走那黑点的灵气了。恶虎，休要伤人。妾身上怎么会掉个孩子下来？不过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别乱动，老实点。蠢女人，竟敢对本尊动手，还绑了本尊。别以为本尊变成一二级拿你没辙。咬！你敢咬我，小王八蛋。这位夫人，您不要紧吧？小人略懂医术，可帮夫人看看。您看看这个。天竺草安胎神药。今日有缘，只要黄金十两，这药就是夫人的了。天竺草生于妾身血线之上的苦寒之地，每10年才能长出一片叶荚。行家呀，丹师身份的名牌是用玄冥玉雕刻而成，而玄冥玉可以在天竺草的叶片后面留下赤色划痕。这喏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不是天竺草，也不应该卖10两黄金。哎呀，被戳穿了吧，早跟你说不要拿根血晶草骗人，没想到啊，人家是丹师呢。葫芦标记吗？是药王山的丹师吗？
但是阁下在上，请受我二人一拜。我是年前天降邪物，威力已经被修者接受邪物影响，修为散尽了。药王山老丹师耗尽真元，将邪物分入药王山通天顶，这才保住了我北水国的江山社稷啊！药王山，当受此害呀！药王山自古有训，建国灾厄，江山许之。老丹师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真不愧是药王山，这才是苍生大义呀！可是药王山里有人早已忘了老丹师的宿命，有笔吗？笔有。啊，三千两。这株雪晶草的根茎处藏着一枚雪蚕的卵哦。雪蚕卵，前两天通天宝阁拍卖了一枚雪蚕卵，价格就是三千两黄金啊！多谢丹师告知。小事一桩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啊，长得漂亮，心地还如此善良，这么完美的女人，如果是我老婆……哎呦，瞎想什么呢？没看见人家都有身孕了，难不成你想？夫人，哎，造孽呀！哎呦呦，这撞得不轻啊！哎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啊！我撞人了，我撞人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撞人了，你还想跑？夫人，夫人，苍天无眼呀、啊！为什么像夫人这样美好的人，要遇到这样的灾祸？我要生了！啊！我要生了！我要生了！啊！这！去！女人生孩子，你一个老爷们儿凑什么热闹？姑娘啊，你放心，老婆子我可是十年稳婆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来，让我看看下面的情况。不用。哎呀，没事，都围着呢。其他人看不到。不愧是十年稳婆。哎呀，生得这么顺利，不愧是十年稳婆，快给大家看看孩子吧。你以为我不是傻子啊？这都没看出问题来。哎呀，大家快看呐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呐。嗯，好运、啊、好运。哎，奇怪呀，这孩子头发怎么是绿的？绿的头发，我想起来了，那还是20多年前当学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师父接生了一个红头发的孩子，那可是天生的火灵根呐！哎呦，果然有青叶纹！大伙儿，大伙儿，大伙儿快看呐！这孩子有青叶纹，这可是仙童啊！这不是蠢女人出门前更画的吗？老丹师封印邪物以后，我们已经20年没有仙童出生了。没想到啊，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青叶纹呢。仙童降世，北水国再也不用看人脸色，被人欺辱了。这么多年没下凡界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？儿啊，没想到
你竟然真的是仙童。姑娘，你给咱们北水国生了个仙童，就是我们北水国的大英雄啊。没错，英雄。各位，实不相瞒，小女之所以能够诞下仙胎，其实都是因为服用了这款仙胎大力丸。大家都知道，自天降仙物以后，我北水国修者修为散尽，更是再无有灵根的仙童降生，其余四国都欺我北水没有仙人，不光要年年进宫，还要看人脸色，养人鼻息，但今天不一样了。为了仙胎，家父重金购置了这批仙胎大力丸，虽然只有72味名贵药物，亦药王上千年传承八炼八萃八合八聚之妙法，入炼期限49日，方才只得一丸。这是啥呀？真的是神药啊！如今我已顺利诞下仙胎，再也不用服用此药，剩下的这些不如就折价售出，造福北水国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个屁啊！又是他！放开我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怎么证明你生下的就……那青叶纹万一是你画上去的呢？这位车夫，我姑且不追究你草率驾车撞伤我这件事情，但怎能如此无人清白？对啊，这要是寻常人被那马车撞伤，别说产子了，说不定直接横尸当场。是了，一定是仙胎所救。借刀一用。各位请看。好无损。菜刀都碎了，婴儿却没事，这不是仙童是什么？仙胎大力丸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啊。产婆帮个手。欲速从速，先到先得了。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哎，去去去，别和我抢，那单我包了。蠢女人，你给本尊等着。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呀？姑娘。大娘，您也来一碗。姑娘啊，这孩子生下来到现在还没吃上奶呢，你看是不是先喂个奶再忙活呀？喂奶？对啊，那可是仙童，可不能饿着了。哎呀，这妈当的，孩子肯定饿坏了，快点喂吧。哎呦，这种丑男人都滚一边去，女人喂奶你们凑什么热闹？喂行不行啊？哦哦，不哭不哭。哎呀，姑娘啊，肯定要喂的呀，你看孩子哭得多可怜呐。哎呦，真不愧是神仙我婆。那好吧。小姐，我演技不错吧？今天咱们赚大了。刚睡着，别那么大声。哎，小姐，你就让我看一眼嘛。你自己没有吗？看你自己的去。哎呀，被咬的人又不是我，我就看一眿还不行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这
这都要出牙印了。好啊，你把我家小姐咬这么狠，还有心思在这儿吃，看我不教训你。行了，跟个孩子计较是吗？哎呀，小姐，咱们好不容易卖了点钱，买完给你疗伤的药，就剩下一点钱，全都给他买吃的玩的了。唯一的一件好衣裳也弄脏了，就不能给自己买身新的吗？今天他出了力的嘛，这也是应得的。说到底，咱们还得谢谢他呢。要不是他，咱们肯定卖不到那么多钱啊。哼，还不是咱们小姐足智多谋啊！是是是，还有咱们小马夫高明的眼睛。小姐，你说，老丹师要是知道你卖假药，是不是得生气啊？买药的人，我都留了名单。等我化了这身淤毒，重回药王山，再想办法补偿他们吧。也是，小姐您稍等，我去给你准备药浴。等等，我还在这里呢。本尊现在是个宝宝，就当我不存在好了。从刚才桃儿出门以后，你就一直盯着我看，你到底是不是小孩子？被发现了吗？不哭不哭啊，都怪你咯。不哭不哭啊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疑心太重了。啊，宝宝乖啊，不哭不哭。哎，我差点露馅儿。小姐，药浴准备好了，您。小姐，他怎么笑得这么猥琐？笑，你看错了吧，明明在哭。好吧，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嘿，小桃子辛苦了。行了小姐，你还是把它给我吧，别待会儿又让它给咬了。好。松手啊。请你少管闲事，本座留在这里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对不起。别过来，自己看。谁叫你不捡生人球的刺，就把药下进来的，给我备100遍生人球的药进去。山人球，姓温，味如苦杏仁，外壳似金铁，遇水则沉。山人球，姓温，味如苦杏仁，外壳似金铁。山人球，姓温，味如苦杏仁，外壳似金铁。遇水则沉。他体内之淤毒由兽种毒物混合而成，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人承受剧烈的痛楚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山人球，性温，味如苦杏仁，外壳似金铁，遇水则沉。山人球，性温，味如苦杏仁，外壳似金铁，遇水则沉。原来如此，他这是用药力把淤毒散开，再从毛孔排出体外。淤毒经过悬浮，淤毒似一股分身，刺痛，
非人呢？山人求，姓温，魏如，苦杏仁儿，魏如苦杏仁儿，小姐。小姐，拜托，熬夜让我很伤皮肤的，你能不能快点说出来算了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每跟你啰嗦一句，就得多补几个月的胶原蛋白。为什么非逼我做不喜欢的事儿呢？获得 Umbrella T 毒素，这只神经毒素能让你的痛觉敏感千百倍。你说我给你打完这针，再往你的伤口上撒点盐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药王山的五绝金方，你这辈子你别想知道。这只神经毒素能让你的痛觉敏感千百倍。你说我给你打完这针，再往你的伤口上撒点盐怎么样？哼，嘴还挺严。你要是不满意，我这儿还有其他口味的，什么全身溃烂了，内脏化成汁水了，还有寄生虫卵，可以让你身上长满可爱的小虫子哦。放心吧，再怎么折腾，药王山都不会落到你这种人手里。贱人，还敢嘴硬！药王山和五绝金方我势在必得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阻止不了我。我只是略施小计，就让你从北水皇清点的灵药公主变成了千古罪人，而你视作生命守护的药王山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你说话吗？你根本不会懂的。是吗？那你再看看这个。童儿，来，你猜我用完这瓶瓦斯能不能把它烧成灰？混蛋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老哥的，你好伤害的，放开。啊，奇怪，好几个时辰了呀，小姐应该醒过来了才对啊。应该是这次的药力太大，超过她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了。算了，你与本尊也算有缘，就送你一场造化吧。得罪了。难受成这样了，你还爬到他身上去？快给我下来！快给我松开啊！等等，他这是在……身上的阅读印记变弱了。我睡了多久了？小姐，现在已经亮天了，先把衣服披上吧，别着凉了。团儿，我感觉头有点晕，发生什么了吗？小姐，你还是自己看看吧。余毒都散了。
不对啊，就算天天泡药浴，想要彻底拔出淤毒，怎么也要个三五年。该不会是桃儿？他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小姐，是他帮你把毒吸出来的，看样子他要毒死了，要不咱们挖个坑把他埋了吧。他现在村子里的淤毒万一散出来，周围的人就遭殃了。从捡回你到现在，还没有带你好好吃过玩过，就一直想着怎么用你来赚钱。我对不起你。小姐，娃死不能复生，节哀。以后你就是我如苏的亲儿子，就叫你如念恩吧。念恩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带你回到药王山，把你的牌位高高竖在祠堂里，让每一代弟子都念着你的恩情。小姐，我好后悔以前还凶他。你小姐，他嘘。儿，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是饿了吗？小姐，他嘴里都是淤毒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小姐你快看，他体内的淤毒竟然消散了。太好了，念恩是从界山上掉下来的，看来凡界的毒他不怕。念恩，来，今天娘亲就让你吃个够。小姐，你快看，这小子又在猥琐笑了。好了，桃儿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不许你再说他了。小姐，哼，小姐也真是有够单纯的，没有生育过的妇人哪里会有那个嘛。这小色胚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在小姐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。谁？小姐快跑。小丫头身手还挺灵活呀，你真以为你们跑得掉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